哦。对啊，这我都不知道啊。你怎么会被废渣？哦，不要放在这了，真麻烦。先，哎、哦欸，我听起那个观众的那个意见，我们来做钻石屋好不好？钻石屋，你先去挖钻石，挖到了我就盖，好不好？你们挖得到我就盖啊，你挖得到的我都可以盖，反正材料是你准备，你盖啊，没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材料都是你准备的吗？我在还在想啊，我还要继续想我要怎么盖啦。我在想。哎，对啊，先铺个楼梯，先放，想想看要放哪里，好不好？放一次好了，这里要。哎，挖一组够了没啊？嗯，一组够啦，沙子一组早就够啦，我不是就是讲够了。早说，我不是刷子啊，我是说安山岩啊。安山岩不确定哦，安山岩不确定哦。哎，好啦，先铺在这了，等一下再说好不好？有铺总比没铺好。走出来了耶，帅哦。先铺着，先能上来再说。一楼挑高大厅，哇！哎，哎，有了，这样子，哎哎，这样放的对吗？哦，对，要把这个木头砍掉，多累了，堕落了，懒了，倦了，要珍惜资源啊，娜，你看。放梯子啊，对啊，我刚才在放梯子。哦，这个是娜娜家、哦，这个不是我家。这个先娜娜说要先等她住。啊，这是什么资源哈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什么资源啊？你说什么？做不好的话要重做，谢谢。没有，盖不好的话重做、哦，谢谢。盖不好重做，我盖的哪有不好的？是吗？都你自己在讲哈、啊，都你自己在讲，我会讲了，都你自己在讲。现在这里除了我能讲，你能讲，还有谁能讲？没有了。所以我能讲，不我讲，我说不我讲要得谁讲？有可能你盖不好，对不对？哈，没有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哈。因为我是吴秋风哎、欸，都你自己讲，我是大大喵哎、欸，啊，都你自己讲、啊、哈。对啊，不然谁讲？不然要得谁讲？不然等你讲、喔。就给我讲、啊。那等你讲啊，等你讲啊，等你讲 啊！你要讲什么？就看你盖的好不好啊，盖不好的话重做啊，重做。我就说啦，我盖的哪有不好的？很难说。安山岩来了没有啦？吼，讲这么久。我想跟你说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这是什么？什么事？我又迷路了。这么大间为什么会迷路？我不懂啦。因为我离家十公尺远啊，超远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哦？十公尺只有十格，那超近的，好不好？十公里远啊，说错了，对不起啊。十公里，你知道有几格吗？有几格啊？你算啊，算给我看、啊。十公里一哦，十公里就是算给我看哈、啊，去算给我看，一万格哎、欸，我不是算完了，一万格、啊，十公里有一万格，你在骗吗？不是哦，那你。你就踏上一万格那个路途来找我好不好？吃喷吧你！挑高了，挑高了，帮你挑高了，家里面都挑高了啦，挑高五米啊！挑高五米，全面挑高好不好 ？OK， 所以现在好啦，我现在就在等你的安山岩呢、啊哎。没有，没事，被鬼发炸而已。安山岩来了没？我跟你说，我死掉的话就什么东西没有了。好，你没有了，我也很开心，好不好？我还会笑，好不好？哎，看看这种队友，糟糕！我看到，等一下，要死了吗？要死了吗？我好兴奋哦！差不多，兴奋个屁啊！我好兴奋哦！哎，为什么我有这种队友啊？不懂。没有死哦，哎，好可惜哦，能带材料回来不错了啦，嗯，很好啦，我很开心你能活着回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找不到家，算了，我放弃了，拜拜。你要去死咯？你怎么这么逊呢、啊？哎，家这么高，找不到家。你问我台湾观众，哎，你们看到吗？有看到我们家吗？
有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。你不会来我的台看就有了。哎，我自己去玩安山岩好了。啊，真的找不到我，讲真的，我迷路了。你怎么那么惨呢、啊？而且还被你是谁啊？被谁追？被你是谁？你问他，他会跟你讲。我输你。你是谁？等等，我真的迷路了。我讲认真，我真的迷路了，完了。你在那边往上垫，好不好？往上垫，拿一个泥土往上垫，然后我去看看。五个泥土，你知道吗？你身上只有一个五个泥土，去挖一下、啊。那边看到有一个大的瀑布，等一下，我这证明我走错路，而且还是走很远的那一种。对啊。完蛋了。那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？去麦当。路痴。完蛋了。我觉得我们分工错误了。我放弃了，我放弃了，我自己去挖了，娜娜，我在楼下啊，我要去挖安，我已经放弃娜娜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我也不想啊，我在上面苦等不到安三言啊，等到头发都白了。人家说，秋风有一个女生走不好哦。哎呦。魔物猎人，我现在才当魔物猎人呢、欸。那我刚刚的安德打假的哦。他刚才安德都不算哦。为什么？我第一只打死的就是安德哎、欸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是哪里？哦呦，好了，继续去挖。莫名其妙。老师可以看一下你的 F 站，然后跟我说一下你的 P 站在哪里吗？我就说、啊，你认真的就对了。Yeah. 好啦，我在144489，好不好？欸、不是144128，就是 Z 轴是128，然后 X 轴是144，Y 轴是那个嘛，高度嘛，没有用。144，哈？等一下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。115140。140。啊！死定了！哎，死定了！哎呀，今天的家盖不完了，原因绝对不是我。哎，我自己来挖，有没有？没关系，我自己挖。1401，哦，人家这样贴我反而看得懂了。啊。哎，就是要你迷路在那，然后被我耻笑。耻笑啦！娜，干嘛？蛮好笑的。我加盖一半而已。你废话，你没有拿安山岩给我，我怎么盖下去啊？加你啦！我在下面挖安山岩，我刚刚放弃你啦。回来啦！我真是的。哦，好了，可以了，你已经有了。我这边的安山岩还没挖完呢、欸。来啊！回来哦，好，加盖一半，当然盖一半而已啊。很烂呢、欸，太好笑了。啊，回来了啦。那些树就留着啊，那些树不用砍了，装点一下你家环境好不好？哎咻，上来。哎。娜请了等于没请，没错啊，这个观众很棒，他说的都是实话。怪我咯？没有啦，娜还是有点功用嘛，我就说请娜来做苦力，他除了做苦力之外，我实在想不起来，我不给东西了，拜拜。这是你家没多少要给我一点吧，不然你去挖一点铁好不好？铁我只是找到七个而已。你有找到七个哦，那我可以做一件铁库咯。不给你。
娜娜好凶哦，你们有没有听到？我就说不给你。娜娜好凶哦，去烧玻璃好不好？哇！去烧玻璃可以吗？啊。嗯，可以烧玻璃吗？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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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加好了，你加好了，玻璃放上去就好了。我家还没盖，好不好？我一起做。你家第一，你们不要这样分吗？很难过哎、欸。我让你有这么大空的，你在那边碎碎念什么？哪有人这样分的啊？难过哎、欸。能分什么？分一直在分。这是你的房间啊，我的房间还没有盖啊，还在扩建中啊。等一下会扩建出去有没有？然后有客厅，有房间。我把最好的景观屋都留给你了、欸，什么？屋顶海景屋哎、欸，没有海景，对不起，这里不是海，无敌山景屋哎、欸，拜托，你看这里，这里看过去的山景多美，你居然还在这边嫌弃我，我在这边开一个落地窗给你好了。什么落地窗？落地窗就是到地板的窗，就叫落地窗。要再解释一次吗？要。到地板就是从这里到地板。都是窗户，就叫落地窗，好不好？哦，明白。哦。好了，有没有玻璃了？要六个才行。你烧好六个的时候，把它变成玻璃片。你会变玻璃片吗？会，怎么办？你会变玻璃片吗？会。可以。我要延伸出去哦。这里有一个客厅。我咻我咻，所以这里直接上去是 OK 的。哦，好好好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你吐出玻璃片哦，你自己可以补啊，你不是会补、啊？我留啦、啊，都留，我都留了，你为什么不会补？你就在骗嘛！我都留了一大堆等你补。好啦好啦，不够啦不够啦，要再烧啦。这样子不好吗？随便啊，你想要这样就这样，反正这边还没补，这边还要三个。哦，好哦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两个，还差一个。喂，还差一个。这成功了没？这盖完了没？什么东西盖完了没？你的家盖完了没？我哪知？好了，差一点火把在这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有了，有了哈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这样就 OK 了啦。真的是干嘛？很棒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好不好？嗯。说的那么委屈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受委屈，我觉得非常棒，没有委屈，一点都不委屈，好不好？把这两个弄掉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这样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延伸到下面去。加油，加油！喂，这里，这里要延伸下来，不然感觉没有房屋结构不实在。哎咻，哎咻，呜呜呜，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怎么这么下面呢、啊？我还在计划下啦，还在盖啦，还在盖屋子啦。这一集整集都是在盖屋子就对了啦，吼。不然你要去干嘛？要去生存吗？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、啊。你要去挖铁吗？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吗？麦块不是就是这样吗？完全没抱怨啊，完全没抱怨、啊，我什么都没讲、啊，乖听话，你就盖你的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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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这个东西很烫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盖完了，这个柱子立完了。哎咻哎咻，可是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峡谷哎，哇哇，我们盖在这种凸出来的地方哦。对啊，有点神奇。好了，我垫泥土回去啊，不然我回不去了。那这边回啊。这里直接跳下去就可以的啊，打掉会影响到美观，对不对？直接跳下去会啊，我身上很多材料哎、欸，就下去再捡啊，没问题的。还有另外一边呢、欸，还有另外一边啊、哦！你刚刚你就跳下来，你东西我来捡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好不好，我再。